大势至菩萨的开示要记住啊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眼不看外面色相，耳不要听外头声音，哎，舌身样样都把它收回来，不向外流。缘向内，缘自性，自性就是清净品的觉，眼清净，耳清净，鼻舌身都清净，意清净。啊，不需要知道的，不大的。啊，需要知道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佛法都舍掉，一部无量寿经。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够了，不要再多了，拖了来不及了，这一定要知道啊！死心塌地一门深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就是坚固缘。究竟缘，啊，什么样的境缘不能够改变？我们的心念心不能够障碍我们的心念心。啊，我们忠诚不退啊！因此缘故，生彼国者，悉得善人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我要特别讲清楚，凡圣同居土，你就得到了。啊，你得到了。在别教，在经上都是用天台大师别教的这位境界来讲，舍地菩萨了。华严经里面原教舍诸菩萨，啊，那还得了？在极乐世界住哪里？十宝庄严土啊！